是4月1号愚人节，我们园区也是做了一场由工作人员身穿星星玩偶服，假扮星星取悦游客的一个活动，那也引起了一些现场游客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那我替园方在此澄清一下，举办这场活动的初衷也是为了愚人节这个节日能够取悦游客，那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。那我们也是接下来也会陆续在园区内加入更多的动物道具服、玩偶服，丰富亲近代入体验，与我们的游客进行更多的趣味互动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